一切众生真的是佛吗？真是佛啊！我们看他不是佛，是我们看错了，佛没看错，这是真的。为什么佛没看错呢？佛见的是性，性是平等。我们为什么看错？我们看的是相，相不一样。 古人有个比喻，以金作器，器器皆金。我们看的是金器，譬如你看的是戒指、手镯、项链，那不一样啊。戒指不是手镯，手镯不是项链的。我们从相上看，佛怎么看呢？佛看都是黄金，戒指是黄金。 手镯也是黄金，项链是全是黄金，它平等。着相就不见性了，见性就不着相了。如果我们不去着相啊，一切不要说是人了，一切万事万物通通是本性现的，平等觉就现前。 着相就不行了，千差万别啊！你的心里面的妄念就多了啊！如果清净平等觉，你心里头没有妄念，这没有妄念是大受用啊，这真自在啊！所以佛告诉我们，六道凡夫着相。 那四圣法界虽然它不着相了，它有分别，所以它也没见性。它不着相还有分别，必须把分别执着都放下，然后你才能做到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这就见性。 那么，佛是以平等、普觉、普遍觉悟一切众生。我们把这个话用我们现前的言语来说，佛用平等、普遍帮助一切众生。 觉悟的方法，在他的后头，这叫真慈悲。